政府是哪一个市政府啊？所以要参加我们哪个市政府举办的？桃园市政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我们是桃园，大家知道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便捷的交通工具叫做桃捷，对不对？好，让大家呢到桃园玩更快速、更方便。有坐过我们桃捷的朋友，请举手。啊，有没有非常舒适？有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是这个紫色的座椅，好漂亮哦，主持人很喜欢。今天还特别穿了紫色配合他们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紫色。那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来到我们旅展嘛，特别邀请到我们桃捷女孩来到现场，有更好看的东西要送给大家哦。所以大家知道，你们掌声够热烈、够热情，他们就会带来更多更好看的资讯。我们掌声欢迎桃捷女孩耶、大家好，我们是桃园捷运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凯特，很高兴看到大家。那我们桃园捷运今年3月2号才正式通车，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台北国际旅展，所以大家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今天准备了非常多精美的纪念品要送给大家哦，所以我今天有有奖征答的活动，那我们今天我先大家先学一个我们的有奖征答的通关密码，待会我的通关密码叫做我爱桃捷，所以我们待会我说1、2、3举手的时候，大家说我爱桃捷最大声的人，我们这边就会送我们的纪念品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练习一下好不好？好，1、2、3，大家。消息，我们从3月2号通车以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爱不爱桃捷？爱！谢谢大家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走出台湾，走出桃园，我们即将要前往日本哦。那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其实我们在4月24号的时候，已经有跟日本关西机场还有南海电铁，我们有签订一个合作的协定。那这个东西，现在我们的合作计划书现在已经要正式实施了，所以跟大家预告，我们前进海外的第一站就是日本的关西。所以，我们这样先进来问一下哦，大家准备好，我们桃园捷运要前进日本的第一站。有人来应援哎，那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，从日本远渡而来的哦。那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关空战士，耶，大家欢呼！哇，跟我们来自日本关西的关空战士，关战士应该很高兴看到大家，对不对？耶，すごい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。这个我待会说的内容会是我们今天有奖征答最大奖的礼物哦。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最大奖会是我们桃捷的通车票卡，5张1组，这个外面没有卖的哦。然后5张，好，请我们桃捷女孩帮我们秀一下，每张票卡长得不一样哦。你只要拿到那张票卡，你一天之内你就可以在我们捷运系统上面无限搭乘，有没有很棒？有。有没有爱桃捷？我们跟南海电铁会有哪些合作哦？首先，我们即将会在明年要发行我们的联合套票，所以第一个是合作套票。再来，我们双方会进行广告交换，广告交换。再来，第三个，我们会有互相都会有彩绘列车哦，在南海电铁那边，他们会有彩绘列车来台湾，我们桃园捷运也会有一台彩绘列车到日本去，大家有没有很高兴？有。对，
另外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会互相揭露讯息，所以大家现在有没有记清楚？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官方站是你们很高兴来台湾，有非常开心喽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先问第一个小问题好了，官方站是哪来自哪一家店？有没有？我们的通关密语吧，我爱桃姐。那我们先复习一下，我们跟南海电子的四项合作有哪些？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首先第一个是联合的套票，第二个是广告交换，还会列的哦，好棒哦。第四个是我们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待会我们请我们的桃姐女孩帮我们看哪位我们最大的礼，好不好？那我喊，我要喊喽！一、二、三！好呀！好呀！选哪一位？选哪一位？我们现在要送，我们现在要送最大的，然后最大的，再一次，好，请听清楚啊！一、二、三！好呀！这位先生呢？送一张来。四项合作有哪四项？联合套票、套票网站、彩绘列车、广告通。对，没有错，这是四项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我们今天总经理有到现场了，我们这个大奖我们请总经理帮我们颁发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总经理。有说要加码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哎、欸，洪志，这边，好，我们特别准备了两张日票，所以我们再选出两位幸运的观众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分两次，等等，我们分两次，我们选两位观众，好，一样，我们的南海电铁的四项合作协定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喊喽，一、二、三。联合套票，然后广告交换、彩绘列车，还有网路交换那个连接交换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谢谢这位先生，要支持我们桃园捷运哦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到机场应该要坐哪一条捷运？桃园捷运，好棒哦！所以你要去看了，那个要搭哪一条捷运？桃园捷运。全台湾只有我们提供预办登机服务，有提供预办登机服务是哪一条捷运？一个幸运哦，好，一样，我们的通关密语不要忘记哦。好，一二三，
面，我们承诺大家，我们的优惠就会越来越丰富。好，